啊，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啊，我们啊，进入啊《论语讲要》京剧的学习。啊，上次跟大家提到，啊，我们采取单元式的方式。啊，我们第一个单元呢，来学习伦常大道。这个事出世间呢，都是最重要的学习。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我们五伦能处好。家和万事兴了。敦伦敬分是大道。我们能把五伦处好，人道成呢，佛道才能成。也都是透过敦伦敬分，积功累德啊，我们假如不懂，那在五伦关系当中啊，变成造罪业所以印光祖师有提到啊，纵使古佛再来，纵使达摩祖师再来，绝对就是强调敦伦敬分，还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重点都在这两个地方。印祖的智慧教导，李炳南老师也是秉承印祖的理念，因为他老人家90岁来教《论语》一定是有洞察到对于修行的人来讲。一定要扎好这些根基才能当生成就。那在五伦关系当中我们首先呢，可以举这个我们最近也有一起学习《群书治要》中修齐治平的智慧。也很抱歉跟大家停了2节课，自己刚好赶了风寒，所以很惭愧最近常常提我们要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做起，结果自己反而感冒了。感冒是个静缘，也是提醒自己不能太逞强等下歇一下要缓过来，不然这个咳嗽发展下去可能后面就讲不长了。所以停了2节课向大家致歉之外好像状况又平稳了。所以还是得从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然母亲会操心这个关心我们的人会操心然后也很抱歉让大家担忧那这个《群书治要》中99页。118句，有提到婚礼的部分，我们是透过这一句来体会五伦的发展，更凸显出夫妇
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呀都听过老人家谈到啊，他在澳洲的时候，昆士兰大学啊有和平学院呢。啊，当时全世界只有8所大学有，啊，邀请他去座谈，啊，好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很多方法手段，啊，用经济呀，啊，用外交，用军事，啊，种种方式，啊，后来最后啊，请老人家讲话。老人家提到了，要解决问题啊，就跟我们中医治病一样，得把病根找到，才能对症下药。诸位同道啊，大家现在自己的身心、家庭、事业，有没有遇到挑战了？有没有遇到问题？啊，你们没啥反应啊？有吗？好，有哈。哎，跟老和尚讲这个故事有没有关系啊？有啊，会听这个故事的人，面对任何问题干什么？找病根在哪？根源在哪？不把病根找出来，处理问题都是症状解，啊，甚至和稀泥，啊，甚至于粉饰太平，啊，那个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啊，要把病根找到。我们得学到啊，老人家所讲的这些态度，要养成，都能将每个问题的根源找到，去处理，去解决。我们假如没有这个态度啊，很可能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啊，会越来越多。而且会恶性循环，跳不出来。啊，人生呢，有一个态度很重要，就不能逃避，要去面对它，啊，要去处理它。啊，好，啊，所以老人家说，你们得把病根找到啊。病根在哪呢？病根在家庭，因为夫妻冲突了，这个分析啊，很符合逻辑。夫妻冲突了，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里成长起来。假如他的父母都是冲突的模式，那他怎么学到跟人和睦相处啊？哎，这些专家学者听完觉得，哎，有道理啊，分析的很正确呀。但是我看他们是闻所未闻的，没听过这样的分析。老人家进一步又说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他们还挺吃惊的，还不是最根本的。啊，最后师长讲了。用专有名词来讲，叫自性与习性的冲突，啊，但是老人家他很敏锐，啊，他想讲这个太专有名词了，他用利他与自利的冲突，啊，比方说你今天有一个好东西呢，你是先想到别人，还是先想到自己？啊，这些专家也很坦诚，啊，当然是自己了。哦，那这个冲突啊，就不容易避免。
所以这个和谐这个词啊，应该是外来语啊，因为在我们整个文化的背景之下，我们以前都是大家族啊，他从生下来啊，他要跟几十个人相处，甚至上百人相处，他一定要和啊。啊，他假如不跟人和，啊，常常容易跟人对立啊，那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哦，家和万事兴了。可是现在我们的成长环境变化在这几代好快啊。啊，我小的时候刚出生几年呢，啊，还跟曾祖母住在一起啊。世代同堂，你看演变到现在，三口之家，啊，四口之家而已了。以前是生出来就懂得替人想，要和睦。那现在变成我最大，哇！所以这个教育啊，修行啊。难度不低呀！哦，那当然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礼记》的句子：“婚礼者，将和两性之好。”那是缔结啊，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成为亲戚，交好，姻亲关系呀、啊。大家注意哦，这几千年前呢、啊，老祖先就说要和两性之好，一般呢、啊、同性不结婚，啊，就有优生学了。血亲太近了、啊，容易产生一些遗传的问题。啊，你看古人都没有仪器，他就那么厉害了。哎，上以事宗庙，啊，对上来说啊，可以奉祀宗庙，祭祀祖先，这叫承先。下以祭后事，啊，对后代来讲，可以传宗接代，啊，继承香火。叫启后啊，所以婚姻是承先启后啊，啊，所以婚姻也是孝道的落实啊，啊，把好的家道传承下去，啊，所以这一件事啊很重要啊，所以故君子重之。这个君子啊，也可以指啊，国家领导人，甚至于啊，县市首长，啊，因为他们是父母官呢，啊，而且啊，这个婚姻，能够和和啊，就出人才啊，社会需要人才啊，所以特别重视婚礼。而且婚礼啊，是一个人走入婚姻的一开始。古人处理事情啊，他不是有情况了，然后再来补救，这不是古人处理事的心态方法。你看，古人都一样哦，慎于开始，防微杜渐。我们现在没有承传这些智慧的话，处理事情啊，都是没考虑那么多，甚至是冲动了、激动了，后面才来收拾，所以啊，活得很累啊。哎，这个精神
都展现在很多地方啊，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啊，防微杜渐呢？教育呢？静于未发之谓育呀，预防法。哦，都不是，哎呀，有情况出来了，赶快救活啊，这个就很累了。啊，所以君子重之啊，重视婚礼，因为婚礼这个胜于死啊的这个仪式的教育，能够将啊要走入婚姻的人啊的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情谊啊，给激发出来。这个就是礼乐的教化，那个礼教。师长常常谈他去学校读书啊，第一天是不是生与死啊？父亲领着孩子，带着拜师礼啊，对老师的尊重父亲带着儿子先跟孔老夫子行三跪九叩。啊，接着请老师上座，那是父亲请老师上座啊，然后再三跪九叩。你看师长说到了，父亲是自己最崇敬的人，父亲对老师这么恭敬，怎么敢对老师轻慢呢？扎下根了，结果这个根基扎得好啊，感应好多好老师啊。一生那么多贵人，那周邦道老校长，包含到了台湾三个好老师，通通都一对一教导师长。为什么这么尊重老师的学生太难找了？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拜师礼多久啊？20分钟，仪式完成了，看利益一生呢，所以这个礼教的力量很大啊！我们自己也是20多岁才开始学呀，33岁第一次祭祖啊，在庐江。除夕当天，哇，那种仪式啊，真的，你有诚心啊，祖宗都到了。我记得有一次在马来西亚祭祖，我们还穿着汉服祭呀，结果我们单位啊，皇室的后代啊，好几个人。他们就亲眼看到啊，黄香在台前接受他们祭祀，有感应哦。那种祭祀啊，承德第一次啊，在庐江除夕祭祖，好多大男人都流泪了，那祖先的加持力啊，感受到了。你终身呢，不会忘记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啊，说教太多了，这亲身去感悟、感受比较少。这个部分呢，父母、老师啊，也要多用心。这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啊，来之不易啊，要让他去感受感受。哎，到田里去看看，或者自己种种粮食，种种菜，他有亲身的感受。好，那整个婚礼的过程
啊，从一开始，新郎啊，要先祭天呢，啊，祭祖啊，哎呀，这件事是很隆重的，啊，每个家都好了，这个社会就安定了。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哦，而且出门前呢，是父亲给儿子敬酒啊。啊，你今天这件事是我们家族的大事，平常是儿子侍奉父亲呢，哪有说父亲给儿子敬酒的？不可能的。可是那一天不一样啊，你说父亲的那个动作啊，对于一个年轻的新郎来讲，那终身难忘了。啊，然后到了女方家，啊，是岳父岳母啊亲自啊把女儿交到这个新郎的手上。哎，那是两位老人啊拉扯大的女儿交到你手上啊，你不用心照顾对待，怎么对得起这两个老人呢？啊，所以整个过程都是一种熏陶，提起一种情谊，提起一种责任。啊，所以这里讲君子重之，啊，那男女有别啊，而后夫妇有义，啊，组成家庭了。家庭有很多责任呢，啊，那男女啊各有分工，且各尽其责，啊，那古代男主外，女主内，啊，这个是在古代，啊，毕竟男子啊，他是阳刚，啊，女子啊是阴柔，啊，那阳刚在外承担责任，阴柔啊在内。啊，上孝顺公婆，啊，下呢教育好下一代，啊，相夫教子啊，这个有分工配合，啊，那当然时代在变化，啊，只要夫妻沟通好，啊，互相分工，尽好重要的这些任务责任就好。不能呢，夫妻比方说都忙着赚钱，孩子的教育忽略掉了，啊，那这个家庭呢，会走偏掉了，啊，因为志要莫若骄子，孩子教好了，你的中晚年呢，安心了，不用操心了，啊，我见过啊，不少父母啊，事业做得不错，地位也很高，可是孩子身心不健康，见到他们的时候愁眉苦脸。哎，妈妈哦，都做到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了，但是一回到家，哇，看到孩子不听话、啃老。哦，那也都不知道怎么办呢？早知今日啊，何必当初啊？所以啊，人生呢，轻重缓急呀，得要分辨清楚，不然呢，人生后面会出问题。最重要的你忽略掉，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当然，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从前种种啊，譬如昨日死，过去已经发生了啊，不要再纠结了啊！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啊，有传统文化，有佛法，就有办法。古人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还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只要我们能真诚、真心献钱呢，
所有的事情都往好的方向来改善了。啊，但是也要有耐性哦，啊，不能，啊，可能三五年的事情了，啊，我要马上就把它解决掉，不大可能。这样，啊，急于求成了，反而会适得其反。就跟中医治病一样，啊，这个身体三五年搞坏了，啊，你最起码要花个一年把它调过来啊，半年调过来。哪有心里面都想着一贴药就好了？这样的心态啊，要治病很难啊。好啊，比方说孩子这个教的不太理想，人啊都想着，哎，赶快找个什么特效药，马上就把他们转过来了。啊，我常常会被人家叫去呀、啊，哎，蔡老师来来来，我赶快把他的儿子拉过来，赶快敬礼敬礼哦，然后呢，这个妈妈就在旁边眼睛瞪得很大，啊、哦，我都可以感觉，她想我用两句话就把她孩子给扭转乾坤，哎，啊。啊，大家可以感觉那个气氛是非常尴尬的哦。哦，我只能回答，哎，你这两个孩子很好啊，哦，先跟他们培养好关系啊。这个留得青山在啊，这个时候一批评下去呢，跟这两个孩子就没缘了啊。啊，欲速则不达。啊，这个是老祖宗给我们的提醒那我们看呢，这一段话呢，老祖先通达人性，对事物的发展分析的非常透彻，啊，包含对人心的状态分析很深入。啊，我们看呢，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为什么而后可以发展成夫妇之间有情义呢？有道义呢？因为互相分工啊，互相感恩。互相体恤对方的不容易，那这个念恩的心呢，就重情义了。那大家现在去观察，假如没有分工，都出去赚钱，家里没人打理，孩子也没人关心，你说这？两个都是出去赚钱了，能不能有情义道义啊？啊，甚至也还变成什么，互相比，看谁赚得多，或者回到家了，啊，煮饭，你赚钱我也赚钱了，我挣的还比你多呢，你去煮了，我呢？这个光是煮饭的问题啊，光是洗碗的问题啊，就会有一些情况出现了。那当然，这个都要互相体恤感恩呢，由自己来带动。不是要求啊，哎，我今天分析完了，但开始要求另一半了啊，那又我不杀伯仁了。伯仁却因我而死了我们什么事情啊，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我们希望对方体恤我们，我们先重体恤别人的因，自然得别人体恤的果。
敬人者，人恒敬之嘛。古人这些话都有因果啊。爱人者，人恒爱之。这些呀，我们都要自己去体证了。吃亏也是福啊，真的。不跟人计较了，反而赢得很多人的友情。你计较来计较去的，人家不想跟你做朋友。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啊，都要从自己做起，自己带动起。好，那互相分工，互相感恩，所以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啊，而后父子有亲。夫妇相处之间有情义，有道义了，给了后代好榜样。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氛围，那个随时都在熏陶哦。那就能够父子亲爱和睦。假如夫妻常常吵吵闹闹啊，这个孩子的心理压力很大。甚至于跟父母都有隔阂了，那怎么父子有亲呢？那从这个分析，我们看五伦的发展，夫妇有义很核心呢，才能发展出父子有亲，发展出长幼有序，兄友弟恭。你说父母常常吵吵闹闹，说兄弟姐妹之间很团结和睦，不容易。这个我也有观察过自己，所认识的亲戚朋友，父母相处不好。兄弟姐妹之间直呼名字甚至于连名字都别叫我们听了很不习惯我们从小都是姐二姐都是这样叫的到他们那家里面听很难受那一个人这个父子不亲了，那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了，那父子关系都处不好，他怎么去跟领导相处所以我们看下一句：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这个君臣关系才。各正本位，才处得好了。所以夫妇关系延伸出我们的 PPT 有夫妇关系延伸出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再从父子有亲延伸出家庭，父子有亲延伸到。君人臣忠，君臣有政，长幼有序，兄弟姐妹延伸到朋友有信，他到学校去，同学叫师兄弟他到单位去，也是师兄弟所以整个社会其实就是家庭伦理的。延续发展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知道夫妇相处的重要
啊，所以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啊，婚礼啊，是礼的大根、大本。好，那我们啊，首先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孟子有一段话啊，也是点出来学五伦大道的重要啊。人之有道也，人首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啊，不然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敬于禽兽。故圣人有攸之啊。其实这一句话，我们现在读起来是特别能体会哦。现在不愁吃了，不愁穿了，但是没有家庭社会的责任感呢，就是逸居、游手好闲，甚至只是玩乐，没有教他敬于禽兽啊，比如现在玩乐当中啊。不懂事，甚至于纵欲了，啊，年纪轻轻十几岁，堕胎了，啊，那虎毒都不食子了，结果我们三才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啊，所以他没有懂得做人的道理啊。则敬于禽兽，故圣人有担忧啊，有忧之啊，使谢为师徒，师徒就是教育部长啊。谢是孔子的祖先呢，哦，所以这个也是家族承传了啊。孔子的始祖啊，本身就是管教育的啊，传到孔子，那都已经经过千年了。哎，他成为圣人，成为万世师表。哦，那当时候谢教以仁伦啊，五伦大道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我们先从《论语》当中。啊，它这个京剧啊，有包含两个以上伦常的，啊，我们先来，啊，一起学习一下，啊，这是总论，啊，有四句，啊，有四句，啊，我们今天呢，就这四句啊，大家来探讨交流一下，好。《论语讲要》第三页啊，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啊，而好犯上者，鲜矣。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讲要提到了有子是孔子的弟子，啊，名诺。那善事父母啊，称为孝。啊，这尽心呢，侍奉父母；善事兄长啊，为悌。啊，很好的尊重奉事自己的兄长。啊，那人生来自父母，兄弟啊，情同手足啊，所以故须孝悌啊。兄弟啊，是我们人生呢，跟我们相处最长的亲人
啊，因为父亲大我们一辈，子女啊小我们一辈，啊，兄弟姐妹啊跟我们同辈啊。所以法昭禅师说，同气连枝啊，兄弟就好像一棵树啊，啊，不同的枝干，但是根是一样的，同样的父母，连根的啊，同气连枝各自荣啊。歇歇言语莫伤情，啊，像手足一样啊，不要互相吵，互相打。歇歇言语莫伤情，啊，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当然，现在小孩听这个还不一定能体会啊。啊，像承德这个四五十啊，感触就深了。真的是一回相见了，啊，一年见一次两次，哎呀，白头发又多了。能得几时为弟兄啊？啊，弟兄同居冷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兄弟常常摩擦吵啊，这是父母最难过的事情。兄弟有爱啊，这是父母最高兴的事情。啊，像啊。啊，有个朋友啊，跟我差不多年纪啊，他的爸爸妈妈就对着他们三个兄弟讲啊，让我最欣慰的，就是你们三个感情很好啊，啊，我不在了也放心了，这是父母的心声啊，那眼前生子又兄弟呀。留与儿孙做样看，啊，做好样子看。好，那《孝经》啊，说孝甚祥。啊，那简言之，啊，普通人尽孝啊，其始啊，他一开始啊，为养父母。之身，进一步呢，进而啊顺父母之心，啊，不是养父母的身体上的需要，进一步啊，他这个孝心会一直发展呢，会考虑得更细呀，考虑得更深。哎，父母啊，会操我哪些心呢？啊，叫进而啊顺父母之心。他如求学必勤呢，啊，因为父母会担心我学习不用功啊。好像《孝经》里提的，首先呢要把身体照顾好。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论语》也说，父母为其疾之忧。父母最担心啊，我们生病。啊，这一句话在延伸呢，父母担心我们有坏习惯了，这个坏习惯呢，会强害身体呀。啊，比方说纵欲了、熬夜了，这个都是坏习惯父母可能都比我们操心了。啊，战阵必勇，啊，为国家，忠勇为爱国之本呢。啊，总不能自己的孩子啊，在面对保卫国家的时候都是退缩的，那父母也会很难过啊。啊，居官必廉，
当官的，假如我们贪污了，哇，那人家说，哎呀，某某人的孩子怎么这么无德啊，这么腐败啊，父母听了多难过啊，德有伤，贻亲羞了。所以皆是孝子行为啊！所以孝悌之人处社会他处在社会少有好犯上者他孝顺父母，有爱兄弟了，怎么可能会冒犯长辈呢？上司呢？那不好犯上，则必不好作乱呢。犯上都没有了，怎么还进一步更严重的去作乱呢？所以社会由此安宁呢。所以孟子有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每个人的内心都知道。要孝顺父母，有爱自己的兄弟，这个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君子务本，这个务是求本根本。我们刚刚才提到我们面对任何问题能不能从根本去解决？能不能看问题都看到根本？这是慧眼哦，学传统文化就是开智慧哦，开笔智慧眼我们才能获得光明身呢，不会再舍本逐末做错事所以君子修道必求其根本根本立的本立则得其仁，道生呢得其大道。那何谓根本呢？孝悌是也。好。我们学《论语》我们一开始不学很多注解我们先学一家之言。跟着李炳南老师学习学习深入了你要去看其他的注解你就有判断力了一开始不能参一堆看到最后头昏脑胀我们先学一家之言我们翻到第六页这个案李老师说到了自己对于此段经文呢看了很多注解惑于群言看了有点数十年不解那敬会所言可能最近汇集自己所研究的然后觉得比较合理的把它拿出来这个是用李老的智慧来判断以孔陈二世之说深得于心就判断呢他们的注解比较合情合理然后呢李老再依其他的经典来诠释在一各经之文呢以作训言略述拙见老人家都很谦虚我们来看一下李老的分析这一章呢是就应该像是呢乘着第一句学而第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第一句谈的就是学习
到底学什么呢？学大学之道啊！啊，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啊、哦！这个是学习哦，不能说学习是哦，我背了很多东西叫学习啊！啊，哦，所以这里李老说了，学者何啊？到底学什么？学内明德，明明德，功夫下在哪？格致成正，叫内圣，都是自己内在的功夫啊，习灭贪嗔痴啊，这些功夫。外呢，是心明，修齐之品啊，学的就是大学之道，这两纲八目嘛。好，那内为体呀、啊，而外为用啊。啊，内是本体，内是根本。啊，根本呢，这个体就好像真心，真心它遇到缘，它会起作用啊。啊，所以内体本人呢，啊，真心就是仁爱心啊。外用行人呢，遇到外面的缘呢，他就去做啊这些爱人的事情啊。我们说心行一如啊，你的心是仁爱的，你表现出来的行为当然是仁爱的行为了。外用行人啊，那夫子之学啊，即是仁学。啊，《论语》啊，提“仁”这个字提了100多遍了。哎，夫子之他的学问核心就是仁学，以仁为核心啊，所以故处心行事啊，无不是仁。啊，那接着引其他经典呢，说《礼记》。大学篇说了，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呢、啊。啊，所以此章仁孝悌啊，修身也。啊，因为这一句一开始是“其为人也孝悌呀”，谈的是什么呢？谈的就是修身。啊，因为这第二句啊，是承着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学大学之道。啊，秉承他接下来的。啊，所以也是在谈大学之道。啊，所以其为人也孝悌啊，这个是在谈修身。那又引了中庸说了，啊，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啊，修身呢、啊、要依大学之道。啊，大学之道要从仁爱下手，修道以仁。显范上啊，在其为人也孝悌，这个就是在谈修身。而好范上者，鲜矣啊，很少范上了、啊，那这个家齐了啊，家里都是尊重长辈啊，不会冒犯长上啊，这是家齐啊。那不好作乱呢、啊，这个是国治也。所以啊，接着又举大学里面讲，一家人一国兴仁呢，就是你家齐了，哎，给国家社会的影响很好，啊、哦，哎，那不会作乱，这属于国治了，所以一个句子当中，
有谈到修身、齐家、治国的部分，所以此言修齐治平之学，皆依人而兴起，都是从仁爱心呢，达到修齐治平。那其下呢，还有四句乃是游子引孔子之言来证实。底下说的君子务本君子务本就是指修身呢本立而道生。这个修身立住了，大学之道就生了，仁爱之道就生了。又引了中庸就是说李老师他们治学他都是以经来注经了，就是很慎重很严谨把中庸的句子，中庸有讲到了修身则道立就是言所学而有立的，真的有修身了这个大学之道可以立住了而且修身兼内而外见而知行也这内是明德格致成正的功夫，外是修齐治平的功夫都能够有所落实所以孝悌为人之本接着进一步诠释了因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孝悌为人之本，首先举了说文。这个人，两个人呢，是人与人加厚的意思。就想到自己都能想到别人。那中庸呢？中庸篇讲呢，仁者仁也。亲亲为大。这个仁，仁爱是人性很自然本有的表现。可是这个人在哪里起作用呢？亲亲为大，就是孝顺父母是最重要的。这个在李老的《论语讲记》里面有提到了。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个仁爱从哪个人身上开始来学起呢？那当然是从父母身上开始行仁爱先对父母然后再对兄弟所以引了中庸这些教诲亲亲为大，就首先从父母开始所以行人呢，是以孝悌为本，是以孝悌为大所以这一些分析就是这一句教诲是秉承学而实习之这一句秉承这个大学之道进一步来诠释怎么修身齐家治国之道那这个是孝悌这一句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那我们再看呢，下一句。曾子曰：“好，吾日三省吾身。”啊，为人谋而不忠乎？啊，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啊，刚刚那一句呢是两个轮长，啊，孝跟悌。这里面呢，啊，提到啊，应该讲呢三个轮长啊。啊，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啊，曾子呢是孔子的弟子，啊，姓曾呢，名参，字子舆。啊，孔子啊，在《论语》当中有说到啊，参也鲁啊，就是比较鲁钝，啊，他的资质不是很聪慧，但是呢。我们现在是第十页里面提到，曾子能够勤能补拙啊，所以仁医能知几百知，所以他也学成功了。古人这些榜样啊，时时都给我们信心啊，我们见人善及时起啊。众聚缘以见机啊，而且他们的表演呢，都是我们做得到的，他们也是应机呀，来教化我们的。好，那夫子之道呢，终由曾子啊一以贯之。啊，曾子能领会到夫子的道德学问呢。用忠恕贯穿其中，那这一章呢，叙述啊曾子为学之功夫，啊每日啊以三件事啊来省察自身，啊而且这些省察呢都不如敦伦敬分来省察，啊一省啊。为人办事是否敬忠？忠则尽其全力也。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做？二呢是省啊，与朋友交是否言而有信？啊，信呢是不欺朋友，同时啊。也是不欺自己，亦即啊不欺自心。其实我们是先骗了自己，才会去骗人。所以慎独的功夫啊，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呢。君子所以慎独也。哎，三省呢是传不习乎？传习啊，这一句啊，应该跟师生关系有关的啊。比方受老师传的道德学问，哎，自己有没有做啊？行之也否啊？啊，假如没有依教奉行啊。那这个就糟蹋了老师的苦心了。哎，进一步呢，传授生徒，啊，哎，他自己也在教学了。先自温习否啊？啊，我们自己从事教学，自己有没有认真对待？啊，有没有温习复习好？再来教学生，我们
曾经哦都听过啊，李老他讲每一节课啊，他事先都很认真的准备，慎重其事啊，代表老人家恭敬教学的啊这份因缘啊，也恭敬所有学习的学生。那在这个传不习乎啊，有上传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这个习呀？练习就是落实实践。老师教的我有没有落实？啊，我今天要把它教给学生，我有没有好好准备？啊，甚至于我们自己真的有去做了，我们自己在讲的时候才有底气啊。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讲孝道，我们自己就没好好落实，讲的时候都有点虚虚的了。啊，我最近讲《孝经》啊，就有点虚虚的。哦，那虚虚的啊，就要更好好去下功夫了。啊，往者已矣啊，来者可追啊。啊，所以学然后知不足啊，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知烦也。知困然后自强也，教学相长。啊，在教学的因缘当中，啊，自己呀、啊、也常常查，哇，真的差古人，甚至差现代的孝子，差太远了。好、啊，那忠信传习三个事都不缺，都很用心去做了。方能安心就勤了，所以古人对于自己的本分，啊，对于这些老祖宗教的做人，自己都要关照啊，有没有做到位啊？假如没有做到位啊，自己啊良心啊不安呢、啊，不好意思了，哦，所以像范仲淹先生。啊，他当官，他每一天，他会思考啊，哎，我今天，啊，这个属于忠了、啊，我今天所做的，对不对得起国家给我的这个俸禄呢？假如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啊，就不够尽心呢、啊，他真的是、啊。没有办法安心睡觉然后隔天呢就很早就睡不着了，隔天很早就开始去办国家的事、公家的事然后啊觉得自己做得够了，心才安呢。好，那这里呀、啊。就点出来，忠信呢是学习的要点那这里呢补充一下啊，就是因为传不习乎啊，其实也可以算是伦常，但是属于师生关系。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啊？哎，我们中华民族这么重视师道，可是师生呢没有摆在五伦里面呢？所以印光祖师有讲，哎，五伦之中为什么没有列师生关系呢？因为不好列啊。首先，老师啊，他念念想着呀，要成就我啊，成我之德啊，
这样的心呢，像父亲一样。那他常常呢，鼓励我，啊，劝导我，这个又意讲劝呢，哎，让我的德行啊、才能能够不断提升呢。这个又像兄长一样，啊，属于兄。好，然后哦，所以啊，孟子谓啊，啊，孟子有说过这句话：“师也，父兄也。”啊，就是老师那种心境啊，跟父兄的心境很相似。啊，再来呢，啊，应祖讲的“利则互益”，啊，就是师生之间呢，如两月互照。朋友的朋怎么写啊？两个月亮。互照呢，互相相得益彰啊！哦，就像哎老法师啊，遇到李炳南老师，啊，你看师生之间都很欢喜啊，视老师把他视为知己一样啊，就像佛陀遇到了迦叶尊者，哇，也是很欢喜。哦，就像孔子啊，遇到颜回啊，孔子说：“这个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吾与尔有是乎？”啊，就这个学生呢，跟他心心相照啊，像两月互照呢，像两手互缘。因为有这个字啊，古的写法呢是两只手啊，啊就好像握在一起啊，团结就是力量啊，两手互援，好，那这又属于啊朋友关系了，哦，所以古代称老师叫友生呢，啊，不是老师自己也落款了，友生。自己不称老师，称友生，啊！我首先看到这两个字呢，是在台中联社看到的，啊，是梅光熙老先生呢写给李炳南老师的。李老师是跟梅光熙居士啊学唯识，看老师写给学生写友生。啊，所以佛门常说啊，寻师访友啊，所以师生关系像父子兄弟啊，又像朋友。好，好，那这个啊，在师生的相处啊，这个传不习乎啊，啊，这个我们也要多去体会。哦，尤其现在师长圆寂了，啊，他老人家一代十教，可以利益更多的当世跟后世的人，这就要靠我们弟子啊，好好的去落实、去宣讲，啊，要以他老人家之志为己之志。好，哦，那这里后面呢有提到呢。忠信两个字啊，是学习的要点。后面呢，雪公有讲义说到了，啊，《礼记·大学篇》里面有说了，是故君子有大道啊，必忠信以得之。这个大学之道啊，怎么样去达到呢？忠跟信，我们自己啊，去感受感受。今天啊，比方
我们为家庭尽责任，或者为单位传统文化尽责任。我看在座很多是在学校服务啊，助育英才啊，我们在做事当中的动力来自于哪里？首先这个忠跟信啊，忠，我要尽我的力量，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我的本分。再来啊，这个信字啊，哎呀，学生这么信任我啊，父母这么信任我啊，我不能辜负啊。啊，领导这么信任我啊，老师把这个责任交给我啊，我不能辜负啦。所以我们看老和尚，他觉得该他做的事情，说我牺牲生命都要把中华文化传下去，忠啊！啊，这个会稽本李炳南老师传给我的，老师信任我传给我啊，全世界都不学了，我一定学啊，信。啊，你看老人家答应张家大师。答应老师，我一生学释迦牟尼佛，这答应老师的，要守信啊。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退缩，我被逼到要还俗了，不退缩。哎，马上好的缘啊，韩馆长出来护持。我们去看有大成就的人，他的心境啊。都有忠信的存心，所以我们自己也要不断加强我们这种忠信的动力。所以后面还举了，也是学而的句子，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这个主忠性就点出来，学习啊，主要在忠性当中下功夫啊。这个主字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主是亲近，要亲近忠性之人呢。所以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教的同道们，他们最佩服的。林莲玉老先生、沈慕雨老先生，你看沈老啊，仰慕关羽啊，这是他父亲给他的期许啊。他们为华教奉献一生呢、啊，这个忠字，那表演的淋漓尽致了。那能够去亲近到这样的善知识啊。长者会让你终身难忘，所以我第一次到沈老家拜访他老人家看到我，哇，你们在推广中华文化，很高兴马上就带着我们唱歌了，95岁哦，亲自弹风琴带我们唱抗日爱国歌曲，这种。对国家文化这种忠啊，真是表露无遗啊！那我们接触到了，终身呢难以忘怀他们的这种人格魅力呀！所以亲近忠信之人，对自己的学习是很有帮助啊！而且述而篇呢，也说了，子以事教，
孔子的教化呢，有四个重点：文行忠信。看忠信都摆上去了，哦，所以曾子这么反省呢，其实都是反省啊，学习的重点。好。在后面呢，李老进一步有讲，道德仁义礼乐，我们要达到道德仁义，还有礼乐教化，以及修齐治平，这样的效果啊，通通要从哪里下功夫啊？均须以忠信为主，来施行之，来落实。那真正把忠信呢，给做得很扎实、很纯呢，这些事才能做得起来啊。所以在《学而篇》当中。这些句子啊，都是呼应了学习的重点。我们接着再看第三句啊。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那此章说的是伦常之义。伦指五伦，常者常是不变的道理那人伦之学啊。纵使时代在变迁呢，这人伦之学不能变的这是真理不会因为时空改变那子夏呢是孔子的弟子姓卜啊，名商那贤贤呢，上一个贤字做贵重讲。就是很重视因为他贤贤两个字叠在一起，下一个字啊，下一个贤呢是指贤德。那易色呢？易啊，做亲亲自讲，色是美色。那这个贤贤易色啊。他就是让我们明白夫妇之伦夫妇应该重德不重色易色就是轻色要重视贤德，这样才能正人伦之始我们现在假如夫妇关系就是重色不重德那这个离婚率就很高了，这个社会就大乱了。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夫妇有义然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那接下来讲到了，事父母能竭其力，此理之当然。因为我们有父母的养育我们才能成长。所以侍奉父母报父母的恩这是天经地义的。那君者国之领袖。国家的领袖。国为大团体。那我们既然是弑君呢君
领一个国家啊，领一个团体，那我们就要为大局着想。所以这个事君能治其身呢，首先就要先公后私啊，大公无私，才能真正事君呢，而且能够治其身，能够尽力去做。那这里延伸到公教人员、公务员，公务员的俸禄从哪里来？从老百姓的纳税钱。耳俸耳禄啊，民脂民膏啊，所以食于民啊。那公务员就当以老百姓的事啊为优先呢，要尽自己的责任。那交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啊，交友必须信实，所信要很实在、诚实。办事言语对朋友一起办事或者言语沟通都不能欺骗皆无欺这样可谓有信，才是言而有信。那五伦为学问之本，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跟五伦大道相应的，这个就是真学问了。那刘氏正义有提到了这一句话呢，把夫妇这贤贤义色是指夫妇，它是人伦之开始所以摆在呢事父事君之前。好，这个是17页所谈的18页我们看最后一句，这个案呢就是李炳南老师的所下的一些注解李炳南老师有提到这一章呢他采取两个注解杨虎、刘氏还有论语、述和等说。我们看第二句第二句有提到杨虎、刘申寿说了所以这一句贤贤义色应该是官居之意。诗经有官居官官居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诗经这一首就代表重视夫妇这一轮，要重德。另外下一行《论语·述和》有说了，六经之道六经所讲的这些做人的道理，照端乎夫妇，从夫妇开始的。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故守举之。所以李老采取这两个注说。所以这里提到盖于首次等章皆一脉络，就是整个学而篇这些句子其实都是在论述学五伦大道。那后面说虽曰未学不必谓之学矣
那李老采取的是刘正收士说的。这个刘正收在18页的第三行，说其人既能此等之事，就是这些伦常啊，他都能做到位了，而自言未学啊，吾必谓之已学，盖此等呢、非学不能也。这五伦大道没有透过学，能够都搞得这么明白，而且还做得到啊，这不大可能，都还是要透过学，这个是李老采取的，就是这样的说法呢，比较，不会造成呢，后面的人呢，来批评这个京剧，或者怕说不用学就会了，那造成后面的人说那不用学了，那这个就有流弊了那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